欢迎大家翻返嚟星期二嘅法政现场，继续我 Q E 男朋友同埋法官 Marty 同大家一起睇住大市。早晨，大家好。咁我哋咧而家睇翻个市先啦。咁见到咧而家咧恒指咧就28,900点啊。咁咧加就升咗366点啦。咁大市成交咧就611亿。见到今日见到600几亿，系600几亿啊！真系唔讲。虽然我今朝系好忙嘅，但系600几亿系好犀利啊！今日大家个成交都真系好多，未到。中午收市好嘅開始，好嘅開始，超好。咁咧，上我哋港股就經過上半年嘅五窮六唔絕啦。咁咧，G20 峰會咧就帶來一個好消息啦。咁見到咧都為咗七月份咧，咁做一個好好嘅開頭啊。見到咁咧食逼29,000嘅關口啦。咁咧究竟七月係咪可唔可翻身咧？唔知道。咁大家都好期待啦。咁另外咧就係見到今日個市夾高啦。咁熊仔咧就再度被回收，有成3,000張嘅街貨熊仔咧。都被回收咗喎，咁今日資金流情況係點咧？如果係揸住牛仔喺手嘅朋友仔嘅話咧，使唔使換馬換一啲貼價少少嘅牛仔咧？其實都係嘅，因為點解咧？個市首先講翻就係話，即係七月開局呢樣嘢咧，咁其實見到即係。真係承諾咗話暫時唔關關税，咁其實好事嚟嘅，即係由最壞的情況又進一步去好翻。咁見到今日好多嘅股票都真係彈得幾犀利，尤其是一啲之前啲基金唔係太即係唔係係咁買嘅，譬如我哋即係之前一路講嘅鐵塔啦。今日升得好犀利，升到2,000,000啦，已經即係提咗大家之前沽得嘅係會有機會買翻嘅，咁真係買翻嚟啦。今日升到2,100，咁然之後另外見到嘅好多之前一啲有升開嘅股票，騰訊啦，騰訊一衝到360几蚊呢啲位置，咁所以變咗其實都真係同埋見到頭先都講咗啦，600几亿成交。另外兩隻要留意就係啲 A 股啲 ETF 啦，因為琴日都升咗上嚟，今日亦都升到2% 左右，咁所以其實即係整體氣氛都非常之好嘅，落後少少。內銀股我覺得落後了一點，因為點解咧？其實如果你話人民幣匯價即係稍微有機會再調翻強啲嘅話咧，其實內銀股今日就升得唔算好多嘅啫，開始嘅時候1%都唔到，咁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嘅。咁至於講到牛熊證嗰度咧，就係話熊證的而且確會被有收回風險啦。咁今朝其實有機會走嘅，因為開市嘅時候曾經都落翻少少200多点，但係先至再抽上去。咁所以變咗即係揸住熊證嘅投資真係小心啲啊。不過雖然今朝見到咧，似乎29,000点、29,100嘅位置咧，同埋電話聽到嘅咧，好多時候都係問熊證，因為始終累積咗一段嘅升幅。咁但係呢度都要小心啦，因為啱啱呢個週末咧有一個幾基本面嘅一個轉變。就是说由之前的一个比较不明朗的局面到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局面，所以这件事大家要考虑的。牛仔的朋友真的如果真的想继续看好的事，真的要认真考虑一下要不要转高这个收回价，因为记得假期前大概28,500的时候，大家在看那些27,000几的牛证的27,600、27,700这些位置，去到今天来讲，如果你看回现在28,900点呢啲位咧，其實已經超過咗接近1,200点噶啦，咁所以可以留意翻市場上面，其實都有，譬如我哋拍巴最貼價嗰只咧，就去到28,500点，咁其實相距現水平大概400多点左右，咁都可以考慮翻用翻一啲28,000几嘅牛證去到做部署啦。咁另外啦，咁既然個市反彈得好似好暴力啦，咁如果要追嘅話 ，Martin 你覺得應該追咩好咧？追落後好啊，定係追一啲強勢股啊？咁見到今日啦，平保啊同埋友邦咧都係創呢個上市新高嘅喎，咁似乎咧反彈力度都好足。Martin 你又點睇咧？嗱，你見到今日有幾個頭先都略略提咗，其實我覺得大家現時喺即係板塊上咧都可以分三類型去留意。頭先你提到嘅友邦、平保，甚至乎我之前講嘅騰訊都是一些重磅藍籌股，所以今天那個反彈力度是非常非常之足的，因為大家都是追著指數的時候，這幾隻就即本身想買它的朋友，再加上想追指數的朋友都要買它們，所以變成你看到今天的升幅都挺厲害的。樣另一批就是說一些之前我剛才提過想買但是未必敢買的非藍籌股份，即是鐵塔啊，甚至乎剛剛上個星期升得很厲害的美團啊、3690啊這些，甚至乎小米我今天未看，但是即都可以留意一下這些非藍籌股份、非指數成分股也都要看著啦。第三類就是話頭先講緊藍籌入邊稍微落後少少，譬如係頭先提過嘅內銀股啦，咁會唔會人民幣真係嚟緊一兩個月慢慢轉強嘅時候，會唔會繼續幫到佢咧？咁大家都可以注意嘅。
嗯，咁另外啦，咁見到咧，其實氣氛好咗啲，啱啱都講過啊，內人股啦，咁但係好似冇乜氣息啦，咁但係其實咧，見到六月份咧，北水咧其實係流入咗內人股嘅喎，咁咧建行咧都係有流入噶啦，咁咧一度咧就反彈10%喎，咁其實可唔可以繼續追咧？哦，其實如果你睇翻建行咧，的而且確，因為之前就係話工行連續流入啦，咁但係其實去到上個禮拜尾嘅時候咧，工行嘅流入資金咧反而少咗，咁啊反而見到係追緊只建行嘅。不過就要再睇翻咧，就係話呢一個嘅建行嗰個嘅我諗今日啦，睇埋今日嗰個最後嗰個情況先，因為究竟會係點樣樣去睇到嗰個資金流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因為今日應該有個幾大嘅轉變喺度嘅。咁另外啦，咁咧仲有追落後咧就係 A 股啦，咁見到咧上證指數咧都係上翻30,000點喎，咁 A 股指數方面咧部署上又應該點樣去做咧？如果你話 A 股指數，即係頭先提過啦，即係2822啊呢啲 ETF 啊等等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已經睇到個強勢出現咗噶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特別就係話今次呢一個嘅中美嘅談判有一個比較好、比較穩定嘅局面嘅時候咧，其實 A 股有條件可以再挑戰翻高啲，加上頭先我提到嘅人民幣匯價呢啲問題咧，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喺藍籌指數方面，其實呢個 A 股 ETF 咧，亦都值得大家留意翻嘅。咁其實睇翻譬如南方 A50 呢只2822嘅話，咁其實見到15蚊樓上已經出現咗啦，咁會唔會可以再上高啲咧？咁大家都可以注意翻嘅。咁另外咧，仲有既然今日咁旺場啦，咁其實我哋睇埋豪賭股啦，咁見到咧豪賭股咧六月份咧嘅收入咧都按年升5%啦，咁豪賭股部署上又應該點樣做咧？嗱，博彩股之前就一路都係話熱錢嘅板塊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次咁樣樣嘅一個比較穩定嘅局面，會唔會真係令到大家嘅心情又放鬆翻啲，又多啲人去旅行，甚至乎多啲人去澳門咧咁樣樣？咁同埋暑假亦都嚟啦，咁會唔會有呢個效應喺度咧？咁但係其實自己澳門本身個旅遊業咧遇到嘅競爭都幾大，因為其實國內內地亦都開發咗好多旅遊點啊等等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個情況是好的，因為始終賭股之前跌了很多落嚟，但是亦都要看翻呢個暑假是不是真的有數據支持。但係起碼有一樣嘢咧，就係話知道就係話，如果啲資金即係個尤其是本身個博彩股個股票成交嘅資金咧，係翻嚟嘅時候咧，大家可能嗰個信心會比較大少少，因為之前當你唔夠成交嘅時候咧，好容易一兩個稍微大嘅買賣盤已經喐到個股價。咁但係當所有嘅股票都係嘅，其實你嗰個成交活躍弱翻嘅時候咧，那個本身嘅股價個承接嗰個變化嘅能力咧係會大咗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如果你要考慮翻呢啲板塊咧，其實而家呢個時候係會比較好過之前咯。咁但係如果話豪賭股係咪都係睇翻啲龍頭會好啲啊？其實都係嗰幾隻啦，咁同埋就係話可能會唔會即係之前有人提就係話豪賭股會唔會擔心續牌嘅問題啊？有好多美國嘅一啲賭場會唔會有續牌嘅問題出現啊？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嘅空間啦。會唔會就係話因為咁而續牌亦都方便咗咧？咁樣樣咁其實呢啲都可以大家參考一下嘅。咁好啦，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例如果大家咧想緊貼咁多大市嘅資訊咧，記得留意一陣間咧5:20財經直播 Facebook， 繼續有 Martin 咧同大家一齊睇住個大市啊。如果大家有論證相關嘅問題咧，就記得留言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拜拜。